巴哈马，洒落在加勒比海的璀璨明珠。在这海鸥乘风、碧海连天的岛国，有这样一个团队，怀揣着拓展幸福空间的理念，勤劳地构筑着异国家园。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带着激情远赴重洋。在这里，他们都是中建人，他们代表着中建电子。他们的希望从这里开始，他们的梦想在这里实现。文海君，刚刚加入电子的新人，标准的90后。半个月前，他还在北京一个不错的单位忙碌着自己的工作。今天为了新婚的妻子，他放弃国内优越的工作，远离父母和家人，漂洋过海与爱人团聚，共筑梦想。珊珊，文海君的妻子，在机场焦急地等待着爱人的到来，他向同事叙述着自己的感动与期待。这种相逢的喜悦让所有人为之动容，他们的爱值得骄傲。文海君的生活坐标定格在巴哈马、拿骚、巴哈马项目。在这里，他看到了大家的工作，大家的生活，大家的汗水和大家的快乐。我的同事小莫跟我一样90后，他2013年毕业，带着憧憬、期待和些许疑惑告别校园，走进电子，进入巴哈马项目。每天起床是他最纠结的时候。巴哈马项目有着严格的作息制度，每天早上7点上班。无论过程如何纠结，最终一定是充满活力，整装出发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这就是年轻人，这就是电子人。每周一的安全会，我们看到了大家的工作状态，项目上所有管理人员、工友一起接受安全教育。安全不仅仅是一个个标语，不仅仅是一次次善意的提醒，不仅仅是一些严厉的批评。安全是一种细节，是一种习惯，是一种对生命热爱的体现。高耸的建筑凝聚了大家的汗水和努力，也唯有重视安全，才能使一切付出都值得。同事们认真记着项目上安全注意事项，这些就像是父母、妻儿挂在嘴边的叮咛，也许他们脑海还会闪过妻子温柔的笑脸，儿女依依的期待，母亲虔诚的祈祷。安全是我们的生命线。早会结束，大家开始了忙碌的工作。项目经理、中建电子在巴哈马的领头人和顶梁柱。项目区域经理在忙碌工作的同时，激烈讨论着项目刚刚收到的所有员工的这个休假。工期紧，大家一起赶，一起扛。我想休假嘞。项目都干到这时候了，还休什么假呀？
哎，曹总，现在是项目赶工时间，我们还是应该响应项目上的号召。本来人手就不足，如果休假的话，工程进度更没有保证了。不但我们休不了，我们还要做一下大家的思想工作。我们应该积极的相信，响应项目的这项政策，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，让大家一起来为这个项目啊，更好的把这个工作做完。工程师们忙碌着各自的工作，定计划，看图纸，准备去现场指导。现场工程师们拿着图纸，和施工队的工友们一起研究，讨论安装，大家一起进步，一起成长，一起收获。在施工过程中，我们注重质量，创造精品。我们用最严格、最正规的施工方案，达到通水、送电、通风要求，通过当地质监部门的严格验收。我们的优秀团队在调试中。技术部也开始各式各样的技术交底，合约部与总包、劳务分包协调沟通，控制成本预算。此时他们正在与业主讨论合同，身在海外需要大家有特殊的思维方式和沟通技巧。他们为了公司利益努力着，拼搏着，工作并快乐着。采购部的一员大将，每天游走在各种询价及物流跟踪的邮件之中，也许为了一个小小的螺丝钉，都要在烈日炎炎下奔波好几家五金店，其中的辛苦只有自己最清楚。看着他晒着黝黑的皮肤，能感受到他的付出和努力。行政部的小杨主任，大家叫他主任，并不是职位，而是因为生活中的各种琐事困难，大家都找他，他也努力地为大家提供好后勤保障和服务。这会儿他正在为过生日的同事挑选贺卡，把同事们的祝福送给寿星们。那一句 For my family 道出了在海外我们之间的亲情。我们有汗水，我们有快乐，我们一起工作，我们一起生活，大家聚在一起包一顿饺子，和面、调馅、擀皮儿，一起包，一个个饺子成型，出锅。远在海外，我们吃出了家的味道，欢声笑语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。项目是桥梁，联系着我们。项目的优越条件让我们在工作生活的同时享受阳光，也收获爱情。他又是一个2013年挥别校园加入电子的同事，他在这里遇到了失散10年的老乡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小县城。10年前他们在同一所高中读书3年，不知道多少次擦肩而过，却未相识。他们的生活在这里交汇，在地球的另一端，美丽的巴哈马，
美丽的电子，他们美丽的相遇并产生美丽的爱情。看，大家一起祝福，我们相信缘分。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，有太多让大家感动的爱情，有带着孩子不远万里来看望妻子的模范丈夫，转机巴黎、哈瓦那，路途奔波，只为与妻子团聚十几天。还有为爱远赴此地的妻子和丈夫，他们在这里团聚，在这里一起工作生活。还有许许多多更让我们感动和敬佩的人们，他们在遥远的地球两端坚守爱情，奋斗的青春里总有一些没办法平衡的事情，取舍之间他们也牺牲了很多。其实每个人面带笑容的坚强背后，也隐藏了很多内心的柔软和对家人的惦念。我们心中带着爱来，带着梦想来，在这里我们是中间人，我们是电子人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辛苦并快乐着。旋转的塔吊，高耸的建筑拔地而起，见证了每一个人的辛勤和汗水。从一片平地到加勒比海最宏伟壮观、最动人心魄的顶级海岛度假村，凝结了太多人的汗水与付出。在这里的每一个中间人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中间信条，坚守并奉行着中国建筑的核心价值观。我们在这里付出，我们在这里收获，我们在这里放飞希望，实现梦想。Yeah.